18世纪70年代的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当1763年漫长的英国对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殖民扩张战争终于结束，曾经是战斗中的英雄本杰明·马丁也回到了他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农场。战争的残酷使他厌恶，他希望从此和孩子过上平静安静的生活。1776年，南卡罗来纳州，本杰明来到了他已故妻子的坟前。他有7个孩子，大儿子加百列已经18岁，二儿子托马斯打算趁新建，却被哥哥加百列阻止。本杰明打开了信件，信件里提到的是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的议会在辩论独立事宜上面说会在7月宣布独立，还有国民大会开会。本杰明被叫到查理士城去，这些孩子们也非常高兴。查理士城迎接他们的是本杰明前妻的妹妹夏洛蒂。议会上，本杰明不赞成开战，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知道战争的残酷。可大儿子加百列对父亲的怯懦无法理解，最终议会投票28-12，征兵通过。加百列不顾父亲的劝阻，依然入伍。开战不久，很遗憾呢，英军在康瓦里斯将军的指挥下打败了他们，而此时的查理士城也沦陷了，他的好友在伊丽莎白镇战死，加百列悲痛欲绝，独立军伤亡惨重，血流成河。英军与独立军的战争延伸到了本杰明的庄园，受伤的加百列逃到了家中，维吉尼亚军投降，英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夜晚，本杰明带着儿子收治了很多伤兵，而此时那些英军也威逼到了本杰明的庄园。他虽然也收治了他们的伤员，但英军骑兵上校威廉下令要烧了庄园，以免他们窝藏那些敌军。庄园里的黑人也将要被当作奴隶为英军效力。加百列是位传令兵，他的密件被英军找到，他只能为了不连累家人承认是自己的，从而被当作间谍吊死。而那些受伤的叛军也将要被处死。骑兵上校心狠手辣，主张不惜一切手段消灭独立军及其同情者。二儿子托马斯在救哥哥的时候被他一枪打死。庄园被烧，工人被抢走，本杰明怒火中烧。一个本应保护好自己亲人孩子生命的父亲，终于被逼着释放出更大的复仇力量。于是本杰明带着年幼的2个孩子埋伏在了英军逼近的道路上。本杰明开枪杀死带头的长官，炮灰长官被纳森打死，军队所有人惊慌失措，逐个被枪杀。为了引开士兵对孩子开枪，本杰明顿时从树后面跳出来，发出人猿泰山一样的吼声，子弹耗尽，提着斧头冲进军队开始砍杀。一个士兵企图以人质要挟，却被本杰明毫不犹豫地解决了。看到哥哥得救，孩子惊慌又惊恐的痛哭，最后一个企图逃跑，本杰明抡起斧子扔去，结果可想而知。随后本杰明和幸存的孩子为托马斯举行了葬礼。一位幸存的英军士兵向骑兵上校威廉报告了此事，一支20人的小队被一个人干掉，对于威廉来说是莫大的讽刺。本杰明带着孩子来到小姨子的新家，加百列仍然坚持去参加战斗，父子意见不合，最终加百列骑马离去。路途之中遇到逃难的屋主，他想上楼一探究竟，不料战火近在眼前，天青草绿，如果没有人在这里打仗，景象远看是相当美的。两军士兵表情对比，独立军新兵上阵，恐惧在脸上流露，英军目光一致，面无表情，庄重严肃。本杰明也来到了房屋内，他没想到独立军居然想在旷野中击败红衫军，实在太疯狂了。他认为战争在开始前就结束了。英军上校威廉没等命令就冲入阵中，被长官冠以屠夫的绰号。他想对自己屠夫的称号做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被忽视。独立军营地医疗抢救，医生正用刀子切除一个士兵坏死的腿。本杰明父子进入，加百列捡起地上一张残破的旗帜收入囊中。本杰明的好友哈利布尔掩不住的挫败感一筹莫展。他们分析了当前的战事，哈利布尔说法国已经答应派遣援军，但要等半年。本杰明是参加过英法战争的，对法国人没有好感。旁边的法国威廉上校是来这里训练民兵的，哈利布尔任命本杰明为上校，统领这些民兵。他的大儿子也被派到他的军营里，父子分头征召民兵。英军康瓦里斯将军与士官商量战争胜利之后将得到俄亥俄州的奖赏，这两人很会唱双簧。威廉再次被两人忽视，他认为自己也能得到相应的土地赏赐，但长官认为他想多了，根本没有他的事。将军指出威廉作战时的错误做法，
威廉说到自己已故的父亲毁了他的一切，这或许就是他的自尊心不容许受伤害的来源。极力要证明自己手段残忍，却不失为一代枭雄。加百列一个人来到小镇招兵，镇上的居民都在教堂祷告。在加百列的说服下，镇子里的人纷纷加入民兵队伍。身为牧师也依然上了战场，因为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有时要赶走野狼。另一边，本杰明征召民兵却没有那么顺利。又浑身是病的眼镜男不能参加民兵，但他的黑奴可以带他去。这些人自然都和英国人有不共戴天的家仇。从此民兵打起游击，截击英军。消息传到了英军康瓦里斯将军那里，甚是愤怒。但没有料想到更可气的还在后面，他的私人物品在运输的时候也被民兵洗劫了。英军军官们集体参加一个舞会，就在不远处，康瓦里斯的船被本杰明炸了。威廉对补给船遭到的攻击同样愤怒，一饮而尽，直接摔掉杯子。民兵凯旋回归。教堂里，本杰明一个人默默祷告。加百列来看望他的女友。夜晚，岳父不放心女儿，继续听着乌斯利的动静。嫁女真是一万个不放心。英军接连吃了民兵不少的亏，于是设下埋伏等待他们的上钩。结果本杰明的部队损失惨重，这一次他们死了22个人，18人受伤，20人失踪。黑人带来了不好消息，他们有18名弟兄在卡罗莱纳州堡被俘。于是本杰明带着之前俘获的2只大胆犬及假的被俘英军军官去交换人质。因为这2只皇家犬是英军皇帝赐给康瓦里斯的，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看到狗狗，康瓦里斯喜上眉梢。在去释放囚犯的时候，本杰明与威廉相遇，他终于明白那个鬼就是本杰明。威廉本想动手，却被阻止了。最后本杰明一个口哨，那2只皇家犬又跑了回去。康瓦里斯气得咬牙切齿。威廉献计，以解决2人共同的心头刺。康瓦里斯只得答应他。威廉打听到了本杰明家人的住处，于是派人去那里。他的小姨子和他的儿子成功地躲开了英军的搜捕，而状元里的那个黑人并没有出卖他们，也惨遭枪杀。本杰明带领民兵开枪引开了英军骑兵，长久以来经营的家园再一次失去。夏洛蒂难掩眷念，由于叛徒的出卖，掌握了民兵的名单，收了很多他们的房子，还杀了不少他们的家人。约翰受不了刺激，开枪自杀了。这样的打击冲击了民兵的心房。本杰明下令放假一周，让队员安置家人。加百列也找到了他的爱情归属，并且结了婚。当他们即将再次出征时，向来不说话的最小女儿却哭喊着不让爸爸走，让本杰明激动不已。父女之爱深莫如此。之后按照约定，民兵来到小镇，看到焚烧的黑烟，感觉不对。镇子里的人因不说出民兵的下落，被集中起来与教堂化为灰烬。神父依然猜出镇上居民的去处，开始痛哭。加百列寻找妻子和家人，事实摆在眼前，不得不接受。加百列与几个战友在追击的路上遇见同样被烧的农场，树林深处英军骑兵正在休息，民兵出现在视野之内，骑兵队迅速反应，混乱对战，死伤对半。神父没来得及开枪，便被威廉射杀。最后只剩下威廉与加百列2人对战，结果神父倒地前递来的枪支，加百列成功击中威廉。他找来刺刀，准备手刃仇人。然而正当他动手之前，被威廉准备好的佩刀一举刺中，报仇未果，送了自己的性命。加百列之墓，父亲做着最后的道别。一场战争，本杰明已失去2个儿子。这是最初加百列在营地捡来的破烂旗帜，上面已经用秘密的针脚缝补好了。此时他应该想起了某个晚上加百列所说的为自由而战，独立军为关键的下一站，整装出发。此时远处传来马蹄声，可想而知是本杰明。众人很欣慰，士气高涨。另一方英军营地，威廉正在治理伤口，明确明日之战最为关键。将军要求威廉严格听从自己的指挥。战争随着军乐的声音逐渐升温。看到骑兵队冲击，本杰明命令开枪，然后撤退。英军很容易地冲破民兵防线，深入敌后，撤退翻越山坡。英军直面独立军后方的埋伏部队，下令停止前进，但已经来不及了。一时间人仰马翻，一片混战。英军的一名军官被本杰明一举击毙，
对深圳作战方式的极度讽刺，独立军奋起直追，却直接撞到了英军后方步兵的枪口上。相抗之下，独立军又败下阵来。本杰明先放下近在眼前的最大仇敌，回头阻止部队撤退，被本杰明的举动感动，全军推进，终于夺下了高地。眼见己方溃败，威廉更是怒不可支，两人决斗眼中已无他人。本杰明一举刺中马匹，威廉翻滚在地，本杰明最后一颗子弹决心一击击中，此时背后落下了一枚炮弹，冲击到正在射击的本杰明，子弹顿时偏离，没打中要害，两个人近距离厮杀。本杰明不敌威廉身受重伤，跪立在地，却没料想到他挥刀断手之时，本杰明扭过脖子，爆发全力，用手中的刺刀刺中他。关键之战，英军大势已去，主将做决定撤军，海陆夹击，英军最后的阵地即将瓦解。刀入咽喉，威廉被击杀，本杰明更是亲自对阵杀害两儿子的凶手，他还带领民兵首先对阵，正规军则埋伏在山坡后，利用英军的骄傲故意败阵，引诱英军追击，然后配合正规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此战完胜，影片也到此结束。整部电影的基调让我想起名人富兰克林说过的一句话，从来就不存在再好的战争，也不存在坏的和平。看完这部电影，相信你会对这句话会有更好的认识。剧本中的本杰明马丁有六个孩子，是梅尔吉布森将孩子增至七个，因为他本人有七个孩子。梅尔吉布森和希特莱杰在接受前塘装填步枪的射击训练时，影片技术顾问马克贝克曾告诉他们，目标越小误差越小，意思是说，如果你瞄准的是一个人，一旦偏差便会错过目标，而如果你瞄准的是颗纽扣，即使出现偏差也会击中这个人。凯文·史派西是扮演威廉上校的最佳人选，但梅尔·吉布森片酬已经高达2500万美元，制片方的拍摄预算实在无力再支付史派西的片酬，于是更换了演员，让詹森·艾萨克饰演。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